宙威威。小子好样的。以圣兽之名释放我等光环。小海快，你要在年变得更强之前打败他。爷，有本事你就出来呀。这里能通向什么地方呢？哦，那是什么呀？为什么这些东西都飞到那里面去呢？小海，谁的声音？是谁在叫我？小海，我在这儿啊！啊，好像是灶王爷爷的声音。灶王爷爷，灶王爷爷，是你吗？灶王爷爷，回答我呀！小海。小海呀、啊，我在这儿呢。灶王爷爷，我怎么摸不到你啊？小海，你看到的是我的元气呀、啊，所以你摸不到我。元气？那这些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些都是年正在吞吃的老百姓的元气。小海，你看那边，你爸爸妈妈的元气也在里面。爸爸妈妈，年吞吃了百姓的元气，就可以大大增强法力。因为我是神仙，年不能将我的元气化为他的法力，但我也无法施展法术，只能被困在这里。这个世界很快就属于我了。这样下去，全天下的老百姓都会没命的。啊，那我们该怎么做呀？哎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啊，那可怎么办呀？可恶！啊！好疼啊！什么声音？是年的声音，我们在他的肚子里，你打到了年的内脏，所以他会疼啊。怎么回事？年的肚子里，刚才是我打疼他了，所以他才疼得大叫的。哼！啊！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对了，灶王爷爷，我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年，你给我听好了。小海。没错，马上放了你肚子里的元气，不然，嘿嘿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就不放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我还要继续吸。可恶！小海，退！快住手！年，你服不服？你做梦！好啊，那我再陪你玩玩，臭年。让你尝尝这个！小海，你出来，快给我滚出来！想我出去可以，你要放了你肚子里的所有人。这不可能！臭小子！你也就这么点能耐、臭年，我也累了，放不放啊？不可能。哦，是吗？灶王爷爷，我们来玩点新花样吧。好啊好啊，你们想干什么？给我出来。看我的。臭你，我看你能坚持这么久。不要啊，不要啊。
痛死我了，快住手。小海大爷，饶命啊，饶命啊，大爷，真恶心，你放过我吧。是不是真的呀？真的，你们先出来，我就放了所有人。这么说你同意了？真的。好吧，我们就相信你。我们现在就出去。好好。快点放人。放人？让我想想。我想起来了，你是说当你们从我肚子里出来后，我就放了其他人，对吧？没错。但是我现在不打算放他们了。你想耍赖吗？没错，我是耍赖。现在我可要好好回报你。真无耻。看你能拿我怎么办。宗姨，你先找个地方躲一下。小海小心。干得不错嘛，那我们继续吧。你这个该死的臭苍蝇，看招。小海，你给我出来，你再不出来的话，我把这里夷为平地。可恶，臭年，我在这儿呢。我是没用的，臭年，看我怎么教训你。小孩打得好，可恶，那坏蛋，大家快打他。有办法了。在这儿，小海。原来你躲那儿去了，看你往哪逃。小海，我劝你最好还是别动。否则我就把他给丢下去。爸爸，爸爸，再哭再叫，我们的小英雄也救不了你。可恶。你想干嘛？你马上就知道了。妈妈，妈妈，小海哥哥救我。妈妈。小海，好样的。没事了，快回你妈妈那去吧。小海，谢谢妈妈。这一刻终于到了，小海，小海。小海，放心吧，哆啦咪，你们全都来了。什么？又是你们这几个废物！我们坚持不了多久，但
但是就算舍弃生命，也绝不让您得逞。几个废物还有两下子吗？准备死吧！咱们拼了！小孩，你站住！我跟你拼了！呀！哎呦！小孩，你的死期到了！住手！不准你伤害小海哥哥！爸爸，危险呢！爸爸妈妈！啊！小海，妈妈，我的孩子！小海。八宝、我的孩子，八宝，八宝，那就陪他一起死吧。八宝、这是小海。八宝，去妈妈那吧。出了一些元气，所以缩小了。吐出去的，我要你加倍偿还。哼，看我把你打回原形。我要杀了你。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。他怎么了？
元气！啊，看哪，它缩小了。呀！好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，吓死我了！终于倒下了，耶！这个大坏蛋终于被打败了。看你还敢为虎作伥！可恶！哼，我要出口气！嘿嘿，踩踩！终于把这恶兽制服了。看他今后还怎么危害人间。这次可多亏了小海这孩子呀。好了，是我们十二圣兽又一次联手的时候了，我们一起把这恶兽封印起来。你们要走吗？小海，小海，小海，德莱米，小海，德莱米，你们不要离开我呀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啊？小海，我们都会想你的，就算我们不在你身边，你也要好好快乐的生活下去。德莱米，答应我，小海。十二圣兽就位，我们该出发了。哦，他们要走了。功夫要持之以恒的练习，千万别忘了。小海保重。师傅，不要走了，师傅。小海呀，别难过，他们有他们的事。师傅，小海回来呀，小海。师傅，你们不要。十二圣兽镇压着年远离了人间，大地恢复了往日的祥和。从此以后，人们就把打败年的这一天看作是新一年的开始，燃放烟花和爆竹，一直要热闹好多天呢。人们还给这段日子起了一个好听的说法，过年。你是在哪一年出生的，那一年的守护圣兽就是你的生肖。你是属哪个生肖呢？像你这样的大师喝酒一定很厉害，当那一上一大口翻江又倒海。像你这样的大师手法一定很厉害，横推竖打勾点着通通都自在。一笔竹棒勾又留在这里，手中带住扬长笑尽，对牛弹琴一不小心打草惊蛇，两人开始弄成虎斗，杀了鸡进了后上包的书场，快把甲片没了这没了这。像你这样的大师喝酒一定很厉害，慢慢饮上一大口翻江又倒海。像你这样的大师手法一定很厉害，横推竖打勾点着